真的是大快人心，林瑞阳张婷夫妇被判定为传销之后，又一个新处罚下来了。就在最近的这几天，网络上传出了一条消息，说到林瑞阳张婷夫妇又得到了一条新的处罚。在这一次的新处罚当中，这对夫妇名下的房产都被查封了起来，共计96套房产，总价值高达17亿元。而申请查封的正是石家庄市的某个监督管理局，所以这一条消息曝光后，不少的网友们纷纷表示了拍手称好。然而林瑞阳这对夫妇所被查封的房产，正是在2020年当中购买的那栋写字楼，位于上海市浦东区的江耀路上面。他们购买的那栋楼当中就包括了96套的房产在内，总价值高达17亿元。记得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还在网络上曾大肆的宣传过花了多少钱购买了那一栋大厦，并且在那个时候，林瑞阳的这对夫妇还邀请了多位的明星一起来参观大厦，当中包括了张婷的闺蜜陶虹还有明道等人。甚至他们在当时，张婷还放出了口号，说要给她的闺蜜陶虹送上其中一层楼做办公，展现她的老板格局。因此那个时候的张婷夫妇在无数创业者的眼中就是一位成功的楷模，纷纷投来了仰慕的眼神。只是让张婷跟林瑞阳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两人一手建立起的微商帝国，仅仅不到几年的时间，如今就已经倒下了。毕竟他们所经营的是人人都讨厌的传销，以及是违法的勾当，所以他们倒下了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人人都拍手称好。然后除了查封房产之外，早在前几天的时候，张婷的这对夫妇在被判定为传销的那一刻，就已经下达了第一个处罚。在那一份处罚里面，他们被没收了1927.99万元，以及处罚了170万元，共计2097万元。只是那一次的处罚让不少的网友们都表示了不能理解而已。因为他们的微商品牌当中，在经营的这些年里面高达了91亿的营业额，然而在他们的毛利率里面却只有不到2000万的利润，意思他们的品牌利润还不到1%这样。那他们为何有这么多的钱在上海市的黄浦江边上购买价值17亿元的写字楼，这一点让不少的人都表示了不能理解。并且在另一边，张婷的闺蜜陶虹除了被传出到曾获得一层楼的赠送之外，同样还被传出了曾因参股张婷公司而获得了4亿的分红。虽说这样的一条消息后来被陶虹方面站了出来否认，不承认有这件事情，然而对于网友们而言，就算陶虹否认了，但她也跟张婷方面脱不了所有的关系，所以接下来关于他们的内幕还会持续被曝光出来，而且还有可能对于张婷跟林瑞阳的这对夫妇还会有新的处罚下来，对他们进行最终的审判。那么对于张婷夫妇传销的这件事情，你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呢？或者有什么不同的评价？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Das war ein Befehl! Der Angriff Steiners war ein Befehl! Mein Führer, ich kann nicht zulassen, dass die Soldaten, die für Sie verbringen... Ist das Feiglinge, Verräter, Versager! Sie ist ohne Ehre!